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，太极天龙，万圣之主，不过七霄地。上界仙果，慈悲名师，护我七上帝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。各位维新圣教啊，我们的法师、讲师，还有维新贤士代表众等啊，九九法会坛上，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，十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到上一节啊所开示的关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气和血，气就是风呼吸，血就是水啊，就是我们的运行，风也在运行，血水也在运行，宇宙虚空不能没有血，没有水，也不能没有风，这是一定的真理，大家都很清楚，这就是风水学啊。大宇宙无量无边的法界也要顺畅啊，在世间凡事万事万物都要有顺畅，尤其我们的思想要有顺畅啊。刚才我们一位老菩萨，80几岁老菩萨，身体很健康啊，女儿很孝顺，带着来拜老祖啊，看他精神很好，体力很好，只是失忆症，失忆记忆力看了就忘了啊，但是以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。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菩萨，这种人，正是气血不通所引起。那么这个气血，整个的身体一个小周天，整个身体的气血不顺啊，个人的因缘不同，就在脑部，我们一个泥丸宫、乾宫、乾卦，乾卦就是我们的思想，乾为天啊，先天的乾卦，天在顶首。我们啊，从到世间上来，开始爸爸妈妈因缘和合以后啊。受孕了，那我们来到世间上的时候，还没来的时候，就是在做这个小小小蒲团，就乾宫、乾卦，我们叫做泥丸宫。那一生的劳劳碌碌很辛苦，
我们都是用头去想，啊，头想呢，你的气和血呢，到最后都凝聚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有很多人，哦，我打坐，我要想去哪里游，哦，哪里游，到这啪去，嘿，心一啪就来了啦。哎，很多走火入魔就来，原理从这里来。那么没有一般在执着修行的人，无论男无论女的老菩萨，他的一心一意，用他的心来照顾这个家庭，养儿育女，让孩子能作为社会上有所贡献、有成就、服务社会的，所以用自己的身体劳力，啊，用自己的想尽办法来养大这个孩子，栽培孩子，啊，到最后来，因为你的用法没有经过修行的法则，啊，这个知识啊，是只用投降。投降只是人的十分之一而已啊，那么整个重心点在我们的心窝，所以我们想很多很多想很多想的人，到最后呢，失忆症的人很多。我在这里啊，在宗教方面在工作，所碰到了这些失忆症的菩萨文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用到自己的头脑了。那一个吃药也没有效，你再怎么样还是有限。所以难怪有很多社会上的子女们为了爸爸妈妈的事情很烦恼。啊，原因就是用脑过度。啊，用脑过度，你常常昏过来，一直头脑想想，我现在在上海了，在那边，哦，咱们跟他谈事情，想一想，我现在到台北了，再到台南了，啊，我们有几位师兄师姐法师，你们在高雄，你坐在这里。你头脑在想还是高雄的工作事情，哎，你是头在想而已，所以你这个思维把这个气的把宁王宫这里气的长住了嘛。啊，若是你用知道修行法义，你把高雄放在心中嘛，你台北放在这里，放在心中这里来，上海在这里，在美国那一方在这里来，都放在这里，啊，一个就是求行在心中，你就往内看，你就不必去往外想，你往内看，地球、宇宙、虚空都在心中，啊，你这是往外想，墙壁的那一边就足够你想到起笑，嘿嘿，这个是很妙哎。所以刚才那老菩萨呢，我建议他女儿去请个这个玉的啊中继，在这中继里面一天一地天地交泰啊，转过来地天泰地天泰天地交泰啊，那你就可以刮的宁王宫轻轻的刮，轻轻的刮。啊，若是你懂得，你可以送一部《天德经》。《天德经》是管我们这一代的，管我们这宁王宫这个区块的灵性。啊，所以你这。南无龟姑先师天德经，南无龟姑先师天德经，把这个轻轻的刮，
你不要把皮刮破耶。哦，轻轻的刮，轻轻的，渐渐的，他这个你这个气呢，你就会再降下来，不然的气都往上在那积在这里。你所想的，前面你所想的，讲你的，俺唔敌呀，我不晓得啦。啊，过去的记得清清楚楚啊，一只猫，一只蚂蚁，吼，你这样讲了七天七夜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师兄，他的爸爸就是这样，年轻就怕病，很努力的。啊，晚上也不睡觉，啊，一直在工作，到了80岁来了，哇，开始呢失忆症了，现在记不起来，他是记得以前的，哎，你要跟他讲了，听他讲了，七天七夜还讲不完，小时候的事情都一直讲。有一次呢，我就听面对面的，我说啊，我一上啊。你把你年轻的事情讲给我听，好好，就从开始在养牛开始，牛怎么跪高，哦，这个牛吃多少草，哦，回去怎么样，牛怎么尿尿，怎么大便，怎么样，爱国爱车的，哦，讲到晚，一只牛会讲一天讲不完，你在那边听，一起跟他回忆往事，哦，所以现在是失忆。啊，以前的事情清清楚楚。后来我说你用这个把它刮嘛，啊，如果说没有这个踪迹，啊，没有关系，你用石头玉石，玉石是土，是戊己，戊己是石土，啊，石头就是戊己所成合成的，阴土与阳土合成起来为石头。头脑是金，哈，土生金，啊，土生金，而且呢，这个中剧里面一个天，一个地，一个物，一个五级，啊，所以你这样把它刮动的时候，让它刺激，啊，他的脑思想，他就渐渐会回到现在的记忆力。好，那今天刚好这位老菩萨、女菩萨呢，我就叫她女儿，你要这么做，哎，会有效。啊，就是风水学是气学嘛，所以风水学不是只有哎呦，哎，看死人的方向啊，不是这样而已呀，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啊，在我们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风水。的问题啊，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啊，他也来到宣佛寺，他哎呀，少年的师父啊，年轻的师父啊，你看你看呐，我家里的孩子4个都不结婚呐，这怎么办？我很简单嘛，重阳到了啊，你准备酒碗安宜呀。啊，九碗菜啊，还有一锅饭，啊，九碟的寿金，你拜你的祖先，如果是可以的话，糖果、饼干，啊，喜饼也可以，要餐的，你一起拜向祖先说，啊，某某，孙子啦，已经几岁了，啊，都还没结婚，啊，请祖先们。列祖列宗啊，啊，这个把门打开来，啊，让我们的媳妇能够进入家门来传宗接代，啊，来薪火相传。若是可以的话，跟祖先恐吓一下，啊，若是没有媳妇没有娶，以后啊，我们的神子牌啦。会挂在电线杆上面哦，给我说谁呢？稍微说提醒一下，那就好了。那么简单哦，这是风水学嘛，就风水的一部分嘛。好了，
再过十天就是重阳了，他就按照照做了。啊，到第二年重阳节以前，他又来拜老祖了，他来谢老祖。我说怎么样？啊，风水有问题吗？哎呀，师父，你的风水妙法真的妙啊！我回去照你讲，我一年内四个媳妇都娶进来了啦。哦，我就欢喜了。我一上，啊，你若无请我吃糖仔饼。哎呀，师父，年轻师父啊，你是高血糖的，所以我不敢拿饼给你吃嘛。哎，他也很慈悲的，说他知道我高血糖嘛，血糖高啊，啊，所以不拿饼给我吃啊，只是分享他的法喜给我。这风水学嘛，所以啊，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传的很多妙法，妙法普传。啊，有3000多册的老祖传的妙法，是奠定我们在人世间一生你的整个的人生历程。所以风水学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啦，这个都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下来的啦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啊，重新回归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，这段时间呢，啊，若是时间够的话，我会把《活说大阿弥陀经》、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，啊，那么我当下要来成就庄严人间的净土，从风水方面来成就大众庄严大众。因为你的住家工厂风水错了啊，你的事业家里孩子不平安，事业不顺，世间绝对乱，你绝对上不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的不变的真理啊。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，叫我们要把风水啊用在生活上啊，易经也用在生活上啊。这易经是生活，生活在易经，风水是生活，生活里面就是和以风水融合为一啊，这个都气和血，气血气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啊，这气者风也，啊，血者水也，脉道为川流不息，脉。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脉道，啊，布满着整个的全身。我们的外表皮看起来包起来，看得很庄严、很漂亮。一旦哪里把它剥开来，哇，那里面的大小、这个气、血脉呢，哦，这个，哎呀，多得不得了。光我们的脊子。头啊，颈子、脖子这里，里面就有286条的神经。这个脊椎啊，这样呢，就有286条通往我们脑，然后通往四肢，通往五脏六腑，整合我们的身体呢。啊，就在2-3年前，我们一位同修啊到大陆去，因为为我们的法门在努力在奔走，在电梯上，因为大陆的啊这个科技很发达了，
他们的塑胶袋都很薄。啊，你装的拿了，稍微震动，全部哗啦下去了。那么就蹲下来捡那本书，几本书，电梯很快，结果头一稍微晕了，和电梯很快撞向那个内力，造成下半身几乎三点瘫痪。啊，后来回到台湾来，想尽办法，啊，用这个啊飞机专送回来台湾的医治。在医院里面，我才知道医生说我们的脊椎哈，哦，里面有286条的神经线，密密麻麻了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场的讲师啊，罗国珍讲师呢，他是研究啊这个电学，我们维新圣教啊，我们的维新电视台啊，所有的啊资讯啊，还有网络啦，还有各种的电器啊，啊电脑等等的电器维修，我有一次啊到他的店里面去看，好，啊，光了一条布很大，里面就塞了几十条的小电线。现在光纤就更多啊，所以我们的人的身体啊，里面的这个小小的神经呢，布满全身，这都川流不息呀，都是风水。啊，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，啊，他有一天突然跌倒了，在台中啊，在笃行市场那一边，啊，他要去开刀。太太和女儿来，啊，告诉请教王禅老祖说，啊，他的老公是怎么样？让我挂一粘起来，绝对不能开刀。开刀你下面会全身瘫痪，尤其脊椎在这里的地方，你要开刀很小心，一条小小小神经，你就影响到某一个部位的动作和灵活性，啊，结果他就开了，啊，他的老公决定要开，要相信医生，啊，相信医学，医学呢，因为有念了一辈子的书，所以他要相信医学。我说好吧，啊，你就按照医学去开，开了，下半身全部瘫痪。只是嘴会讲话，哦，嘴讲话，我去看他，一直骂医生。我为什么骂医生？那是你的业障，为什么骂医生？医生好辛苦，七八个小时帮你开刀，把你这个接好，哦，那是你的业障，你怎么怪医生？当时我告诉你，用易经，啊，那个卜卦粘起来，天医。就是你自己暂时稳下来，不要急，就没有问题。结果开了，下半身只知道会热发烫，但是动不了。我的笑一笑，你已经进入人间的炼狱的地狱了啦。他很难过的，很难过的，嘴一直讲，身体都不能动。后来我去看他的住家，哦，他的住家的风水呢，就是有问题。啊，这个刚好一个墙，围墙矮矮的，啊，里面是房子。这边是市场，笃行市场那边，啊，这边就冲过来，一直刀子往内冲，而且这是在前方乾卦，伤手部，
啊，又是伤长者家长。啊，问了怎么办？看着办嘛，怎么办？啊，你现在已经发生了。啊，这位先生呢，他说以前有人告诉我，一位老先生告诉我，那个刀冲进来，我会中风哎，我就不相信。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在信那一些以前的做风水，但是风水没有分古今未来，